阿露娜的那个打卡相机啊。宝宝说其实坑没坑不用甩锅， WeGame 上的评分也很客观，确实够客观，我都没见过这么畜生的软件。什么意思啊？就这样有个辅助玩着玩着，对吧，该做的事做了啊，该插的眼插了，该开的团开了。我都说了是我封的你啊，你骂他干嘛呀？这 WeGame、啊、这 WeGame 直接来个躺椅。前面给你道歉了，我说了不是故意的，我就封了你一分钟，这有什么好喷的，再冷静十分钟啊，十分钟之后再出来。这讲嘛，我说的是我封的你，又不是主播封的你。不是，我都说了呀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那我看到我就封了一分钟，你后面发一二三不就能发了吗？千亿封你。主播的笑点很奇怪。他前面在讲话，我正好看到你了，那我想着先封一个冷静一下吧，就封到你了呀，你不要激动呀，我给你道歉了。等着道歉干嘛？不是故意的呀，不是故意封他的，不是针对他，我只是正好看到了他。这 WeGame 这软件把人搞得都不想玩游戏了，这可能抗压的人做了很多事，我操，打完直接来个抗压局，破防了。知道为什么辅助跟上单很少人玩？我们这也不传辅助跟上单，就是因为这个躺赢局。你抗压哪有他妈打输出的 ADC 帅呀？都是玩 ADC 的多。你抗压没人记得你，谁愿意干这些脏活累活？干了说不定还不讨好。是你一个男人大度一点嘛，封一分钟怎么了啊？你看你个大男人要格局啊，格局要打开知道吧。哎，所以我们都在帮我讲话，你们都对我好包容啊。是的，前天的时候我不是帮他代播吗，我播着我下播的时候我掉小珍珠去了，我跟主播哭，我说我好菜啊，我被自己菜哭了，然后主播还笑我。哦，原来你是点火箭机啊，怎么定这么久，原来是摇人来的。快点吧，我打他惨一点。是台风你一分钟，怨妇哎，台风一分钟就抱怨就骂怨妇哎。没用的，你叫死哥来抓。其实这波我知道为什么要回头打嘛，要把他打残的。你不打残他，他就要继续推这个线。哥们别推啊，推不进来的，再不走要死了。然后这里我们不用再控，直接把线推还不走，真是够贪。他们的惨叫声绝共黄昏时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Wei Xiang的味道，再让你品尝。状态真差。真不走啊，这叫。死哥没来，他单纯贪。我操！
吵坏了，阿祖有危险。而且你不用生气呀、啊，又不是你玩，我跟你其实没矛盾，你没必要跟我吵起来。坏了！哎，谁都放了，打不死，完了，人家要去贴吧了，去吧。六九点，那么多生命，六九点，都将被我终结。夸张哦！太好了，大雾没了，十个来分已经用了，还在放呢。装上，主包压三只，你们的账都由我来清算。哦哟，带爆破的，默认爆我线哦，嚯嚯嚯嚯嚯，夸张哟！杀人！比你快一步，比你快一步。喜欢挡，喜欢带爆破，被你铺成全拔了。我一查六幺幺，问这里为什么先亵渎了？为什么先亵渎？打进去最好先亵渎，有的时候吧，你如果整体经济比较好，你就先亵渎；不好你就星穹。但是星穹怎么讲？看感觉。有的时候你就是先亵渎会好一点，对吧？亵渎做完做个星穹，一定是能往上。首先要懂得痛恨重生。吓我一跳。小雷死，他怎么用虚弱？哦，应该是摁错了。怕往死个脸上闪，应该是想摁虚弱。那 DF 放反了。顾小姐的猫冒号翻译，主播不知道。这状态真差。压力大。还给他加血是吧？我记住你，这人不用闪，带电刑就是直接一炮。哎，我刚电刑没触发吗？应该是你没触发。岳云飞说：“感觉星矢闪电太弱，亵渎出了又有点脆，当前版本建模真不懂出什么，啥都能出。”还是兵线，把兵线控好，打前水壶就行。
星虫它基本没什么问题。星虫配铁亚马特会比较顺，比较丝滑。这里不要回啊，回了会被拆都城。还有铁亚马特推的很快，我看有没有果子吃。制造永恒的黑暗。来 QW。他想杀我。坏了，我感觉我要死。嗯，我想一下。被他打，他直接打没办法。这样就有点亏了，八百加上镀层，可能我要镀层要全掉了。啊 ，king king king， 还行，我操，这一扎克，还行吧。他下一波有那个亵渎啊，不对，有那个贪欲不太好打。我感觉是前面我不该去给他打那两个弱点 ，W 是打到了，但是还行吧，他闪现跟点燃都交了弱，17分26，没事的，这把主包对线赢太多了，他主要一级被我蹲坑蹲到了，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站着，他没有压我，不过我唯一有点问题是我没太注意的，我以为他带了传送，他要带点火，我前面我早点上去压他了。让你见识黑暗。我操，扎克你在干什么？扎克，他买了个短剑，还要追着把我追到死。星虫加铁亚马特带装备 CD 别带啊，那东西没用，15 CD 太少了，我真的没用。我爆了，坏了，一大串，这是一件奢侈品。你碰不过的，变形一套的，亏损最大，没事，这只是常识啊！不要把对错拿来看，你只要拿来风险啊，就是比如说这波你被剑姬杀了，它风险是什么？这个之后的风险会什么？你用风险来看，哎。其实有些事他就可以很自然的就做，他不是说不能做，他是可以做的。这剑姬估计要过来找我，要打要打。人呢？鸡呢？鸡去哪？鸡在这。鸡去哪？哎，你错了，我以为 C 右边的。鸡去哪？才有破萝莉，来碰一下吧。哎，一刀就死了，还靠什么？那死个放大炸。我干，是的，我干，不是我。再推一波线，要压三级了。
其实建模推推塔真不慢的，这东西可以很快速的把兵清掉，又跟小兵一起揍防御塔。都不喜欢管这个，我就直接上位压，压到爆。不喜欢帮，那我就给他压到爆。直接给他砍到形态中，还不回来是吧？再不回我上高地。喜欢打龙，爱打就打，根本就不需要。因为你推高地的时候就已经很恶心他了。哎呦，全来了！弓箭兵，空地。哎呦，好气哟！他加速，然后提阿玛特摁了一下，然后我死了，又送了个八百，他俩是加起来1600。笑容转移到了随友们的弹幕里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无所谓，脚大脚小，让他一点。他的攻速有点快，我忘记他提亚马特也能打弱点。我想的是 Q1， 然后闪现，然后开大给他宰了，因为他没 W 了，他没 W 的会也没有那个闪 Q 给用掉。不爽车。我都上高地了，1600回家是能买什么？那三项能买出来吗？感觉好像可以。我们一起喊个加油吧，虽然可能有点尴尬，但我觉得还是要喊。雾烟花，好帅！记了呀，好美！几个形态炸了，坏蛋还漏油，咱们杀！还不走、啊？我操！616既然那么经常带线，能不能去破近身？他好像真反应不出来。不行，我带线是因为打团收益太低了，带线经济收益是最高的。清风259078说为什么不笑了？原来感觉到我们的脸飞门海，总有不在的时候吧。我爱你小哈哈，总有不在的。亚飞放烟花喽！嗯，有个死哥，我不知道啊。啊被冰封的冰球主播终身有点小，其实不是终身，只是因为现在不是天。我操！我操！还行，我也拿到包。我这不终身，我之前是右边的。哎，不能讲话。他妈的！总有不在的时候，还是小明说的，你才改了名字。那你之前叫什么？是，我经常说总有不在的时候，就我不经常被打野抓，我被抓好了，就总有不在的时候。哎，我不是我的问题，他之前叫什么呢？阿德当。
已经关注795天，你叫什么呀？之前我没印象，不知道。远光灯不讲数值，这有一个。我在后面爆砍你队友呀！你在干嘛呀？好吧，这个人秒。噜噜，啥都没看上。这要求就有点过。他问的。你说我动的，我敢放，我敢放。嗯，好的。哎，五十，拿下。还行，蹲坑。